不久前，陈若琳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她上传了一段剪辑视频，视频里全红婵亮相，全红婵与自己的师兄在线挑战了一把最近网络上爆火的表情变化。只见全红婵前一秒头戴弹力带，一本正经的站在那里，下一秒就笑到合不拢嘴。全红婵的师兄也做出了比较搞笑的动作，看到全红婵和他的师兄这样，陈若琳直言自己笑不活了。对了，眼尖的网友会发现陈若琳的 IP 属地是陕西，这说明他和全红婵以及中国跳水队的很多人都在一起隔离呢。看到全红婵这样，网友们纷纷集结，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着。总而言之，就一句话，全红婵太搞笑了。果不其然，全红婵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喜剧人的特质，成功让网友笑出了声。这几天关于全红婵搞笑的事情还是蛮多的，比如他在线回复网友，直白而真诚的言论让人不由自主的开怀大笑。比如他在线与管晨晨聊天，两个人商量下一次吃鸡的事情，志气未消的他们让人感到温馨又可爱。比如他在训练的时候有意无意做出夸张的动作，让人笑到喷饭。一直以来，全红婵都是比较逗趣的一个人，无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私下里，他可以说就是一枚开心果。全红婵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呢？除了他自身具备的跳水天赋和取得的耀眼成绩外，他身上的有趣灵魂也是大家所喜欢的。在全红婵的身上，大家看到了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孩子应该有的东西。没有多少人会喜欢一个成绩不错但是一直冷冰冰毫无趣味的人。接下来全红婵还将继续投入到训练中，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做。在之前结束的游泳是锦赛上，全红婵表现不错，拿到二金一银的好成绩，可以是最大的赢家。但是这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的终极目标是拿到越来越多的冠军，不断挑战自己，提升自己，并且在下一届奥运会上再创辉煌。全红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非常喜欢玩游戏，比如吃鸡这些游戏，全红婵就非常喜欢玩。不过全红啊！怎么人这么多了？我服了。因为你和晨晨的人，还不是你带来的流量？刚才才100多人，你一进来就2000多了。家人们，把赞给我点到1000万！今天的这1000万，哈哈！我天、啊，好可爱！你一说就有人点赞了，你看。给我点到1000万，1000万，打我屁股干什么？1000万太恐怖了，好吧。点赞点赞，狂疯狂点赞。有人说1000万，点起来好吗？点起来点起来，先到10000再说。给我们家人们
送一波福利。可以，老手了，你这个是老手了。对，老手。球场肯定没少看卖货的直播。哎，这个是老手了，小泉，泉泉。嗯，你这个是老手了，是不是经常带货？我看我哥直播的时候，他就说浅浅的教教我，我来学你。不用学我，我向你学习，搞笑女。哦不，互相学习，对，互相学习。哦，笑死了，笑死了！大晚上别笑过去了吧？笑约了一下，咱就是说，我也是。咱就是说，本来说就是浅浅的安静聊一会儿，然后聊着聊着睡觉，然后结果，然后突然我就进来了，瞬间兴奋。对，就有人说红茶进来了，然后没看到，然后你突然发评论。是我，没错，是你。你说他进来的时候，我没反应过来。我也。然后等他上麦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一激灵。我现在才反应过来。我也是。出一手汗，有点紧张啊！谢谢您，感谢您。我第一次连麦。那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你多多来连麦好吗？只要你有时间，可以，专门挑一个你有时间的那个时间点，我来找你。可以，是第一次连麦吗？怎么感觉像个老手了？对呀、啊，就是第一次，那是我看别人的视频学到的。哦。馋玩游戏的水平却比较一般。而且全红婵是一个未成年人，平时玩游戏的时间也比较少，这对于全红婵来说是非常无奈的事情。现在中国跳水队正在隔离中，而全红婵又捡起了自己的游戏。全红婵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段游戏的画面，看来全红婵也进行了小小的炫耀。全红婵发布这段小视频之后，立刻引起了很多体育圈朋友的关注，包括乒乓球队的许昕和对手陈芋汐都给全红婵留言，还有奥运会金牌得主管晨晨。他表示，咱就是说吃鸡不带我，管晨晨颇有些质问全红婵的感觉。全红婵看到管晨晨的留言之后，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小姑娘赶紧向管晨晨表达了歉意，她表示下次。看来这两位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奥运会冠军选手还是非常能玩到一起的，大家也希望这两位小朋友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状态，在大赛上互相鼓励，再次创造新的历史。中国跳水队在本次世锦赛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让粉丝们更加关注中国跳水队的未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跳水队非常有机会在大赛的舞台上继续书写新的记录。希望中国跳水队能够再次创造好的成绩，粉丝们也会继续关注中国跳水队，希望他们能够在大赛的舞台上继续打破世界纪录。以后全红婵要和陈若琳继续前进，相信他会在陈师傅的带领下表现得越来越优秀。加油全红婵，加油陈若琳，加油中国跳水队。